另外要来看到永和区公所的仲夏夜之梦的艺文盛宴活动是延续了十几年，每年的七月八月的周末夜的夜晚活动都让人好期待。那么日前登场的表演是梅林打击乐，和民众来共享愉快的周末夜。展现永和独特的人文精神，也成为永和持续办理十多年的经典艺文传统。这一次在周末假日邀请到梅林打击乐，不仅为民众带来轻松的乐曲，还能够享受乐音的愉快气氛。永和地区优质的一个艺文表演团队梅林全能音乐打击乐团啊，来为我们担纲来演出。那这个乐团非常特别哈啊，主要是以打击乐为主啊，现场的活动非常的一个热烈哈啊，大人小孩一起同乐。打击乐的热闹气氛，同时也感染了现场的观众朋友。乐团们特别安排和观众朋友一起来做互动，看看这些乐器可以做出哪些有趣又好玩的互动。梦是永和最具代表性的年度艺文飨宴，获得市议员连斐凡、许昭兴、陈宏源和罗文崇的大力支持，让活动可以顺利来举行。而且仲夏夜之梦是永和人的骄傲，这样的活动不分蓝绿，要一直让仲夏夜之梦的活动持续下去。中嘉新北新闻永和采访报道。